又过年了，我又没回家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最喜欢陈奕迅吗？普通陈奕迅是你不？雷当我随佛夸。行，好，开车，不准 K 歌。
啥客户啊？过年也不消停。Build your dream。 啊？比亚迪呀、啊？你咋不早点拓展客户关系呢？我那时候买车的时候也不能便宜点吗？现在比亚迪宋 PLUS 卖的多火呀，别说你了，就是王传福来买一分钱优惠没有。好、啊、还有啊，这回油钱可得报销啊，天天私车公用。这能有多少钱呢？你这个比亚迪 DMI 技术不是特别省油吗？省油倒是真的省油啊，我这个车纯电续航51公里，天天上下班的用电就够了，油都不用加。就是高速可能得费点，差不多5个左右吧。一会儿咱也看看啊，这一路高速啊到底费了多少油，好吧。还有那啥，你看你这个汽油吧，啊，半年都不消耗是吧，都快变质了，我们这一趟给你拉拉缸磨磨积碳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我谢谢你哦。话说回来，你这比亚迪宋 PLUS DM-i 买了也有小半年了吧？啊，就现在开下来感觉怎么样？也就那样。哎呦，到底哪样？你给我说说，我到客户那也有东西可聊。16万这个价位来说吧，啊，空间不错，配置不错，动力也还行。你看我现在高速上100多的时速，我再给脚油，嗷嗷的。你看这超车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再说，你感觉到这1.5升发动机的介入了吗？怎么了，小崽子？你别停这儿！怎么就不能停这儿呢？要停也行，收费2000。这服务区停车怎么还收费了呢？来来来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你要是我。老板，这不合适吧？我觉得可以。那啥啊，大哥，这么着，你车上好好看看，我俩上厕所去，好吧？没问题呀。老板啊，这会不会出问题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妈呀，这腰哪都这么软和呢？屏幕也挺流畅的呢。还有座椅加热，还有通风，这屏幕还会转呢。360还这么清楚，真不错啊，真不赖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得了，这会儿真没事了。玩砸了？玩砸了。
哎妈，这车真不错呀。那啥，我刚才看没有油了，去旁边加油站加满了，没想到这么大个玩意儿才加92号油，平均油耗4.8。哎妈，这比亚迪嘎嘎良心呐。大哥，好人呐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咱也不能白嫖，不是该三连还得三连啊。再说你也算给我上了一课。一路顺风啊，新年快。今晚你可得多喝点啊。又来？我上次吐得昏天黑地的，3天都没缓过来啊。哎呀别紧张，今天这都自己人啊，你先过去211包厢，我先去买包烟啊。你呀、啊、跟谁都自己人呢。Surprise！愣着干嘛？来，走。新年快乐！来，小丁，你最爱吃的鲍鱼。妈，人家减肥呢。没事，吃吧。哎，小弟，我的新年礼物呢？哎，谢谢。陆小迪先生，恭喜你成为闲车的新合伙人。PS， 以后不是私车公用的，是公车私用。这谁写的？这么丑的字，还能是谁呀、啊？新年快乐！喂哥，小谭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李总、王总都等着你呢。哎呦哥，这个你别着急啊，我一会儿就到了，一会儿就到。哎，看来今天晚上啊又要喝到吐喽。没事大哥，俺外号2斤半，喝酒之前我是东北的。喝酒之后呢？东北是俺的。我想好点，没有客户。Surprise！ 嗯。My name is Xiaomi。一路顺风啊，咱也不能白嫖，不是该三连还得三连啊。